菩萨摩诃萨之善巧说法四现涅槃，唯度众生所有的方便，一切皆是心想建立，非是颠倒，已非虚狂。何以故？菩萨了知一切诸法三四平等，入不动，实际无住，不见有一众生受化。今受化，当受化，以自了自无所修行，唯有少发要生要灭而可得者，而亦一切法令所愿不空，此为第九入十住。这段经啊，说的是以空观而见了一些法，发什么愿呢？观空大愿，这是住在一切法界空上，空没有障碍，没障碍，那个善巧说法，善巧做法就是随着机感，有什么机给他说什么法，有时候四现死，四现涅槃，死涅槃是在度众生，这是方便法门。比如说我们看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有好多大菩萨，那四现涅槃，四现度众生。而能在无边的处所示现，举个例说吧，文殊师利菩萨示现度顺和尚，华严初住啊，华严初住是度和尚，示现涅槃，示现生灭，他有个徒弟，度顺和尚一个徒弟。在西南又来朝五台山，都是和尚说你朝五台山去做什么去啊？他我要求见文殊菩萨去啊，我现在智慧不大，行不行？完了杜顺和给他说个偈子，让他沿途啊观想，说游子慢步步，台山离土坡呀，文殊知此事，何处觅弥陀？那就告诉他了，说我就是文殊师利菩萨。但是他不理解呀，他还要来朝山呢。朝山了，把五个台都朝完了，也没见文殊菩萨给他现象。他要走的时候，碰见一个老者，一个老年人，说师父你到这个山上干什么来了？我来求见文殊师利菩萨。那个老人跟他说，文殊菩萨已经不在山上了，就是啊，到外地去化度众生去了。他就问这个老者说，到哪地方化现去了？说到长南呢，就是现在的西南啊。他说我就在长南来的呀。他说哪位大德是文殊菩萨化身呢？他说杜顺和尚。他说那杜顺和尚就是我师父啊。他说你为什么不带你师父跟前，你到这儿来找文殊菩萨？他就赶紧的赶回去啊，他一赶到渭水发大水过不去了，等水发完了他过去了，
斗森和尚圆寂了，这就是四仙涅槃。这大德很多的四仙涅槃，就是那个咱们现在讲的还是十回向的菩萨。十回向的菩萨呀，他已经先世见真理了，这是十回向菩萨修的空观。空观空而不空，善巧说法，空真空觉相，修真空觉相才能无障碍。有相呢那就不行了，有相就做障碍了，障碍了。因为无相过才能善巧说法啊，说法。现在如果说我刚才讲这个故事，怎么每天在山上你可能随时都见到文殊师利菩萨，但是你不认识，不识有障碍。对，因此这世间涅槃度众生也是世间，都所有的方便善巧建立什么上呢？建立心想上。咱每天每位道友，如果你用这个观点，用这个观照的观照法，你每天成过好多次佛啊，你每天下过好多次地狱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当你回向佛果的时候，念经拜忏的时候，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，你那个想啊，你的心想建立到什么地方去？让你睡觉、穿衣服，乃至上洗手间，你那时候想法又不知道想什么去了，别想想地狱去了。十法界，你这个心呢，每天都游移到。但是这是说佛的四众弟子，没皈依三宝的他想不到，四法界无缘，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四法界他无缘，他总在六度里头，在这个其他的六道能享受升天呢，那就不错了。想升天得做十善业，没十善业升不到，大多是三途。贪嗔痴的心呢不断，所以说这都叫方便，都是心想而建立的，一切都是心想建立的。凡夫就是颠倒，现在十回向菩萨不是颠倒，不是虚妄。颠倒的众生，他对一些法隔离的、固执的，善法呀、恶法呀、地狱法呀、升天法呀，都是种种分别的，那是假的，虚空。十回向的菩萨，他所想的、所思维的，这是真空觉相观。真空觉相观，我们一想要修空观，又什么都没有了，那不叫真空，那叫假空。真空是建立在有上，所以这些个空修空观呢，
真空觉相观的石灰像的菩萨，他不是颠倒，他称真实的，也不是虚空，都是真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菩萨了知诸法三世平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如如不动，如是是，显入是理，入是理，成就入是是，这就是随缘而不变，在方便善巧当中显真实性。这个十回向的菩萨，他已经到了，这是第十回向，相是见真理了，你真是呢。他住在实际上，就是这样，不见有一众生受化，终日度众生方便三角度众生，说方便，而真实呢，没有一众生的受化。就是终日度众生，不见众生相，见的众生的真实，空观圆满了，就是这样，也没有现在生受化的，未来生受化的，过去生受化的，说已受化，说过去生，今受化。说现在的众生，当受化未来的众生，不见一众生已受化、今受化、当受化，三世平等。不但三世平等，众生与佛平等。在真空觉相里头，众生跟佛是平等的，什么呢？法性，诸法的实体。同时回向菩萨他了知什么？了知什么？无所修行。咱们听了无所修行就什么功也不用了，那是绝对错误的。行无所行，就是在修行上不执着，我拜忏了，我念经了，我修道了，没有这个想法。想的是什么呢？真空觉相。说是在修即无修，无修而修，没有极少法是生灭法，一切都是真实的。那这个回向愿是不是假的啊？是空的吗？不空，而依于一切法，令所愿不空。十回向菩萨把自己所修的学回向成佛，回向度一众生，回向成佛时候入实住，住在真空觉相；度谎话众生时候入实住，住在众生的法性上。众生的法性跟佛的法性一如的，入实理，入实契合，诸佛所证得的真如实际。如何气化一切众生，然后诸佛的法性正德的跟众生本具的全是真空觉相观的实体，这叫入实观。所以十回向的菩萨是入世修入世回向，
菩萨摩诃萨以不可思议无量诸佛，就这些个石猴像这些大菩萨呀，他对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诸佛不境界不可思议的。那么他在佛所闻的不可说不可说一切受记法，这个受记法很多啊。佛对这个众生说，说当来成佛，说对那个众生说，说当来如何如何修，乃至你成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，佛的德号，乃至你做众生的时候叫什么名字，名号各异。接受不同呢，就时间不同，那条件也不同，所修的法门也不同，时间也不同，或者一劫，或者不可说不可觉，十分无定。说此位菩萨的依佛所听到的都是这些个法，听到了就去做，闻着真空觉相一相不立，没有一个众生可度，也没有佛道可成，没有众生可度，终日度众生，没有佛道可成，终日修佛道。说闻到这些法不惊不怖不迷不惑，知足智慧啊，知道如来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，如来受记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来受记言无二过，说你过去无量劫的修行，乃至于到你成就佛国，乃至这中间经过你无量劫救助众生，佛是不思议的，都给你受记了，受记了。佛对一切受众生受记，对菩萨受记，是一如的，一如无二如。不管他什么时候经过无量劫，你也是成佛，当下一念成佛也是成佛，没有时间的条件，没有隔离的条件。同时如来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，那如来给一切众生受记说未来的事儿，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为什么呢？乘真如实际而说的，这些实际实会相的位置都相似住在真空觉相，相似证得佛的真如。佛的自己修成的道果，他所有的恨怨，所有的书生的力量，这是佛过去啊修成就佛道，教化众生呢，就是随所有的机，佛就应现，有受化的众生在，佛就随机而应现，教化这些众生，令这些众生都能成的无上正等正觉。说菩萨化回向愿，
愿法界也有情，都能入始众。这就讲十位入始众，这就第十了。从一入，从第一入始众，乃至到第十入始众。那怎么叫入始众呢？下头就分开给你分别说入始众。佛子，十位菩萨摩诃萨耳朵都是三摩诃三提，十种入始众。说前头所分别的这十种入始众，现在给这十种入众啊总解了。总结了，说上来所说的十种入始众是菩萨法，这个入始众菩萨法是使回向位的菩萨发愿回向，愿成佛道，就是他本身发愿成佛道，入始住于真空觉相，化度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也入始住在佛的无上大智慧宝。就是这十种啊，入始住。咱们再回顾一下子啊，第一个是善根回向，第三根回向，说愿一切众生都能够入始住，住在如来地。第二个大愿，救护众生。愿一切众生闻到法都能入始受持入始众。说第三个回向，愿一切众生都不迷惑，不迷惑。这个不迷惑就包括你生生受生永远不迷惑，志在受生。依照这种自在受生，没有一法不是真实的，法法皆如。那么第五大愿就是直到断一切惑，正是入实的真理，那就是直愿自在，愿自在啊。第六个入实住呢，是智慧跟大悲双运，智慧大悲双运。第七个回向是性，众生性跟众生相，相即是性，在相上认识他的实性，性相无奈。第八个是无德之德，真空觉相有什么德呀？但是一切障碍、一切的惑眼全消失了，得到佛果了。得到了呢，是原来本具的，是在这个原理上说得无所得。
咱们上来刚才讲的观空，观入实空，入实空无相，有真空觉相，因此而能够生生世世的受生无怨。无怨就是无厌，不厌烦，生生世世是受生啊。这所以佛，咱们看见释迦牟尼佛在印度住灭了，他又到其他的度众生去了，另一个环境另一个世界又去度众生去了。所以这十回向的菩萨，他是重重的，这就是普慧菩萨问普贤菩萨给他答，问一答十，问一答十，他问了200，答了2000。那要大家自己呀、啊，等你念诵时候，不要挂听我说，我说不到那么多。当你回顾文字上的去，从文字多去那边想，想完了自己关照，关照。嗯，这含的意太多了，而说一漏万，只能形容一种。嗯，说我们不会回向。现在学的是十回向品，你看这些个发大心的人，他怎么回向呢？这是回向啊！还要发大愿，嗯，发的愿，把这个愿就是愿就是回向，发大愿回向给众生。这一下呀。就讲这个心呢、啊、讲这个心，讲我们这个心，上头讲的时候说是啊，我们这些个愿是心生的啊，现在讲心，把这个心变成金刚心，一下都说金刚心，大概有20种啊，20条，金刚是不坏的，大愿救护众生，愿愿皆真实，回向皆是愿，回向都是愿。嗯，就说我们所当要做的，现在所做的没有限量，是念念度无尽众生，度了无尽众生呢，有念念无众生可度，这个心是坚固的，没有边际的。《华严经》就是这样含义：一法门演无量义，无量义呢，黄过一法门，是一个院里头有无穷无尽的寺院、大院，在这回向呢，一愿也不立，就是不破不立。看经文啊，佛子菩萨摩诃萨发10种入金刚大乘寺院心，何等为是？佛子菩萨摩诃萨做十念啊，念就是想。一切诸法无有边际，随便哪一方，随免一方，找这个法的边际不可得。为什么？毕竟入虚空，虚空有个边际，你可找吗？说这个时候啊，你把那个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，灌到每一句话上，每一句话都是广大入法界，毕竟入虚空。
企业没有边际，不可穷尽，那我就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智慧，过去绝了过去，现在绝了现在，未来绝了未来，三世绝绝了，皆明照，普皆绝了，一法都不落。是为第一入金刚大乘寺院寺，救护众生的大愿。说我当做的事儿，当做的事儿，就是我现行所做的事儿，愿愿皆是真实的，愿愿都是无尽的，这叫大乘的寺院心。寺呢？是坚固的愿，咱一说寺愿，说我这个愿呢很坚定，就是寺加个寺，就是寺愿。不是我们想想就算了，这寺啊督促你的愿一定做得到，也能把它完成。菩萨摩诃萨有住此念。又怎么想法呢？与一毛端有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个愿咱们想不到。为什么？咱们的心的力量不够。咱们想咱们每一个毛孔，光想你自己每一个毛孔，不再想别人了，无穷无尽的毛孔，那每一个毛孔毛端上就含摄无量无边的众生，这观想咱们观想得到吗？要是没这个智慧，没这个心力啊，咱们想都是一点点，很狭小。这是金刚大寺院，坚固不坏的。嗯，那这菩萨他想到，他一个毛边、一个毛端的尖儿上有无量众生，那这一个法界里头又跟好多众生，这数字啊，是无量无边、不可穷尽的啊。那这菩萨发大愿，我要把他们都度，让他成佛，都让他们入涅槃。前头是让一个众生都能够得到近三世的智慧，让他们都觉悟。第一个金刚大寺院，现在这第二个大寺院呢，说是乃至于一个毛端的无量无边众生，所有的众生，尽虚空遍法界众生，我都把他们度成佛，以无上灭盘而灭度之。这个愿就是无边无际啊，而众生无边无际，我的愿力也无边无际，把他们都度了，度他们成佛。是第二个金刚大乘寺愿心，菩萨摩诃萨有住此念，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的，没有界限的，不可限量的。我当以诸佛国土最上庄严，庄严入世一切世界，所有庄严皆真实的。要度众生得有个处所吧，咱们经常的念庄严佛净土，看看这十回向的菩萨怎么发愿的。他度生的没有一个处所不严净的，十万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都把它庄严的像极乐世界那样子。
这菩萨发这个愿，说第三个金刚大乘誓愿心，愿众生成佛，说延长庄严佛果道。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念就是回向啊，咱不是妄想很多吗？有这么多妄想没有？打妄想的都打不到，你打打这些妄想吗？如果你打读了华严经啊，你会打妄想了，把那些个入幻抛影变成金刚，变成金刚寺院，一切众生无量无边，不可穷尽的。我当以一切善根，把我的一切善根回向给他们，用我的无上智慧照耀他们。这个愿大呀，这个愿大了，回向是吧？用我的智慧光明照耀着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，给他回向嘛。第四个入金刚的大乘誓愿心，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一切诸佛无量无边，没有个极限，不可穷尽。我当以所种的善根回向供养，供养的周遍的一个也不落，无有缺少。供养完了，我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就成就无上正等等觉。供佛愿成佛，接着回向供养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诸佛呢，就是愿意成佛果。佛子菩萨摩诃萨见一切佛，闻所说法，生大欢喜，不着智身，不着佛身，解如来身，非实非有，非实非虚，非有非无，非性非无性，非色非无色，非相非无相，非生但是也非灭，实无所有。人已不坏有，何以故？不可以一切性相而取着故。菩萨见一切佛，即不取相，也不取性，一切无着。这时候生大欢喜，不做自己，我能见到佛。也不足佛身为我所见到的，说佛身不是真的，但是也不是假的，非实非虚，佛身都是有啊，都是无啊，非有也非无，属于性啊，属于无性啊，非相非无性，非色非无色，非相非无相，非生非灭，实无所有，但是又不坏有，何以故？不可与性相而取着故。人在拜佛见佛像时候，是不是也入世观呢？对，
这一切无所作。这叫真空觉相，但是又不耐世事无奈，所见的、所听到的一切不执着，无法无着，解脱自在。这就是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。第六，金刚大乘誓愿心，啊，佛子菩萨摩诃萨毁被众生喝骂、毁斥、捶打、捶打处灾，毁接手镯、虎割耳鼻、毁挑其目、毁击其头。都砍头啊！不是一切皆能忍受，终不因此生悔恨心。也不可说，不可说，无央数界修菩萨行，舍诸众生恒无非舍。何以故？要菩萨以观察善观察诸法，无有二相。皆没二相嘛，心就不动难了。所以说舍身引苦，这就是引波罗蜜。说大乘誓愿心，但是你有前头基础，一切空的、入幻的，嗯，那这众生的喝骂毁斥打处，空的呀。你被打出的身是空的，能打出的众生还是空的。广大如虚空啊，如法界，这还有什么能引不能引呢？这就是引入波罗蜜了啊！这接受无量劫菩萨修菩萨行的。对于众生的恼害，没有恼害的，没有能恼害者，也没有被恼害者，那一切诸法没有二相，心不动乱了。身上没有，又哪来个忍苦的，又来个忍呢？这样观想呢？这难引不乱，嗯，佛子菩萨摩诃萨由着思念，未来劫，未来劫啊，未来世界，无量无边，也说未来的时分呢、啊，时分处所，一切的都无量无边。说无量无边，就形容着。广大诸法界，法界是无法之法，无界之界，心生的。嗯，说广大诸虚空，虚空中还有能引，还有所引，还有这些个相吗？没有。说这一世界这样行菩萨道，救化一切众生，那一世界都入世。尽虚空偏法界，一切入世界都入世，这心里头有什么惊恐吗？有什么不为吗？那正得法性，认识法性，嗯，为什么这观呢？何以故？菩萨为了行道。为菩萨道就是菩提道，发音入世，在菩提道上自然而言的发而入世，修行
就应该这样修行，没有修行的修行，要趁真事修，正到真事里，这叫金刚大乘寺院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主思念，耳朵的三藐三菩提是以心为本的，心要清净了，圆满一切诸善根。但是这两句话很容易了，但我们平常也都懂得了，心要清净，一切法都清净了，道理是懂。你说烦恼来了，可就不清净了。心里有时候明白，有时候糊涂，但是做不到，做不到。假使心清净了，一切善根都具足了，这时候在佛的菩提道。你已经得到自在了，心得自在，心得自在了，不就成了吗？说欲成而堕落三藐三菩提，随业即成啊，就是已经成了。要欲断除一切取缘，就断其缘起法啊。断了缘起而就归于性空，就是一切法都是缘起，缘起是性空而建立的，是性空缘起，缘起性空，住在一相道，住在什么地？真空觉相，真空随缘而有一切相，随缘而不变，还归于真空，不断不灭，不长不净，这就是究竟佛菩提。以不极正菩提，何以故？唯满本愿呢？众生还没尽呢。即是世界行菩萨行，所有一世界无一处不是菩萨在行菩萨道呢。说尽一切世界行菩萨行，菩萨行是什么行呢？化度众生啊，这就是菩萨行。这就是第九入金刚大乘寺院心。佛子菩萨摩诃萨知佛不可得，菩提不可得，佛不可得，菩提不可得，那菩萨也不可得，说一切法都是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没有啊，众生也不可得，是吧？能行菩萨道的心，心也不可得，而所行的行，行也不可得。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一切世间不可得，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，这样才能达到寂静处，住在寂静处。什么都没有，这个住甚深住，寂灭住，无争住，无言住，无二住，无等住，自性住，入理住，解脱住，涅槃住，实际住，再把这个柱子翻到前头去，就讲完了就，啊，入世住在寂静，住在甚深，住在寂灭，住在无证，住在无言，乃至于住在实际。一说住在实际了，一切法都没言说了，
但有言说都是一浪。但是啊，缓过来了，不舍大愿，不舍萨婆若心。萨婆若呢，就是一切字，或者翻一些道种字，就是一切字吧，但是也不舍菩萨行，还不舍教化众生，不舍入波罗蜜，不舍调伏众生，不舍成事诸佛，不舍演说法，不舍庄严世界。住得寂静了，还不舍这些个，恐不舍有，恐不耐有，有即是空，空即是有，这都是圆满化。菩萨大愿要舍了众生，那这些愿就没有了。不但不舍众生，还不舍一切法，不舍般若波罗蜜，不舍调伏众生，不舍成事诸佛，不舍演说诸法，不舍庄严世界。他可住在寂静，又不舍这些事业，双边啊，双边，这是善巧方便。前头那时啊，恢复他本来面目，住于性空，在底下就是随缘，性空随缘，缘起诸法回归于性空。何以故？菩萨摩诃萨发大愿故。称真的发的大愿，知道了到一切法相。大悲心呢更增长，为啥呢？因为众生不了，大悲心增长就度众生，让他们也了。菩萨虽积足很多功德，修了很多的众生，大悲心更增长。与一切众生心不舍离，就是慈悲，有智慧，知道一切众生空的、假的，度众生而不着众生相，这叫大智；不舍众生，这叫大悲，自悲双运。因为悲故，故念众生本来就把皆无所有，那凡夫众生不知不觉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当令彼开悟，令他知，令他觉，与入法性分明照了，在法性上，就是智慧照性体。性体是随缘产生妙用，因为一切诸法难住寂灭，而以大悲心与诸世间说法教化，还没有修行。因为一有修习了，就不叫大悲了，也没有大智了。这个道理翻过大家就懂了。修习还有什么大悲心吗？还有什么大智慧吗？那修习了不，那不舍了大悲了吗？舍了大悲，你发的愿那不是成了虚愿了吗？也是这样。而云何舍大悲呢？要是我先所佛的大寺愿，大寺愿是决定利益众生的，那个心呢，发大寺愿的心是利益众生的。要发集结一切诸善根心，发难住善巧回向心，
发畜生生身智慧心，发寒兽一些众生心，发与一些众生平等心，做真实语，不虚妄语，愿与一切众生无上大法，愿不断一切诸佛种相，令一切众生未得解，今一切众生未得解脱。说现在众生啊还没解脱呢，一切众生还没成正觉呢，还没有具足佛法呢，那你的大愿也未满。大愿皆未满，怎么能舍利大悲呢？舍利大悲就大愿就满不成了，没得大悲怎满大愿？是为第十入金刚大乘寺愿心。佛子啊，是为菩萨摩诃萨发十种入金刚的大乘寺愿心，要助菩萨难住持法，得得如来金刚性无上大神通智。神通即是智啊，即直是神通。佛子，菩萨摩诃萨有十种大发起，是为十。菩萨摩诃萨佛作思念，我当供养恭敬一些诸佛。是第一大发起，发起什么的大愿。有所思念，我当长养一切菩萨所有的善根，是为第二大发起。这又说回来了，二十种金刚心呢，都得要先发起啊，发起了心才能生啊，发起就发心呢。有若思念，我当于一切如来涅槃后庄严佛塔。佛说我涅槃了，我把我的佛的舍利做佛塔供养，一切化一切慢一切香，一切图香一切墨香一切叶一切盖一切床一切饭而供养之啊，受持守护比佛正法。哪一个佛涅槃之后，菩萨都去守护的正法，见识舍利，庄严佛塔。说第三大法起，有所思念，我当调伏一些众生，教化调伏众生，令二道的三藐三菩提，令他们都得到二道的三藐三菩提，就是调伏众生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说第四大发起，发起就是发心啊。有种思念，我当以诸佛国的无上的庄严而庄严一些世界，那度众生，众生得给他安排出啊，给他一个庄严的国道。有种思念，我当发大悲心，因为一切众生一切世界一各界尽为来界的行菩萨行，如为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都是这样，一界一切，一切众生都是一众生，都令他们得无上菩提，乃是不生疲倦，是为第六大发起。有若思念，比佛如来无量无边，我当与一如来所经不可思议的恭敬供养，如与一如来、一切如来、悉说一佛如是、一切佛都如是，是为第七大发起。菩萨摩诃萨有若思念，比如来灭度之后，我当一一的如来所有的舍利，给其宝塔，其塔的光。你不可说不可说世界等，那这个塔就高了，跟好多世界相等的，照佛形象也如是，建塔照佛像，
同时呢，也是以闯坟宝盖、香化衣服来供养。但是一念疲厌心都没有，一直就这样做，礼众生，为供养诸佛供，为教化众生供。供养诸佛是为了教化众生啊。为护持正法开始演说，是为第八大法起。菩萨摩诃萨有着思念，当以此善根成无上菩提，得入一切诸如来地，一切如来体性平等，是为第九大法起。菩萨发起成佛了，以这个善根来成佛。菩萨摩诃萨扶着思念，我当成正觉，与一切世界不可说界演说正法，实现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，身与及意都不生疲烦，就是三业无倦怠，三业都不离正法。以佛力所持，为众生勤行大愿，大慈为首，大悲究竟故。这个大愿要填满呐，那得以大慈大悲，才能把那愿填满。但是呢，不要执着，要达到无相，住真实语故。真实语是无言语，住真实相是说即无说，这才叫真实语。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业啊，住在真实了，住在真实了怎么显示啊？还得要说呀，说了住在真实，住真实而说，说的也是真实，说正一切法皆是寂灭，就究竟成佛道了。但是度的众生没有众生可度，只一切众生悉不可得，众度众生没有众生相，说度众生而不执着众生相，虽然不执着众生，而又不违背本愿，由取来度众生，又不违你慈悲学者，不施世界引进禅，会方艳丽字，这十度都不舍。我与三世诸佛同一体，周遍法界虚空，通达诸法无相。度一切众生是有相法，有相是以无相而度众生，有相即无相，无相而随缘度些众生，因为通达诸法无相，说成就了不生不灭，即入一切佛法，这样才算具足解佛法。从有相达到无相，而无相能实现一切相，这样才是具足解佛法，以大愿力调伏众生。做大佛事没有修习，常时做斗生，这叫第十大法起。佛子是菩萨嘛，十大法起，要是菩萨呀难住此法，这才叫不断菩萨性，具足如来无上大智，正体起用。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究竟大事，所谓恭敬供养一切如来，究竟大事说供佛算一些大事，随所念众生悉能救护，究竟大事说想念的众生都能救度他们，这个大家随文字就懂了，这不要讲了。
专究一佛法究竟大事，仅仅一善根究竟大事，思维一佛法究竟大事，满足一寺愿究竟大事，成就一菩萨行究竟大事，奉事一善知识究竟大事，往诣一切世界诸如来所究竟大事，闻此一诸佛正法究竟大事。这是为实，菩萨要能难住此法呀，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大智慧究竟大事，这叫实大事。佛子菩萨摩诃有十种不坏心，说回来了啊，什么才是那心性不坏呢？何等为实呢？与一切佛法不坏心，信一切佛法啊，与一切佛法不坏事，与一切圣僧不坏心，与一切菩萨不坏心，一切善知识不坏心，一切众生不坏心，一切大愿不坏心，一切菩萨大愿不坏心，一切菩萨行不坏心，一切恭敬供养诸佛不坏心，一切菩萨善巧密方便，善巧密啊，谈到密宗了啊。密宗是善巧，越说密越是真实的，因为这个众生啊，你说密了，说这个了不得的法，他才信。密就是显，菩萨善巧方便调和一众生不坏心，是为实。菩萨要难住持法呀，在得佛诸佛无上大智慧不坏心。佛子菩萨摩诃有十种受记，何等为实？所谓内有甚深深解得受记，就是你自己啊，给自己受记了，解会佛心，你的心呢、啊、跟佛的心通了，你能理解到佛的心。佛是什么心呢？救护众生，这大慈大悲，能随顺菩萨助善根得受记，这是解脱了。随顺菩萨的善根解脱，广大行得受记。大行，大行也是啊，上求佛果，下化众生，就是大行呢、啊，就是三宝，相信三宝，永远不离开三宝，信念不离开三宝，修行不离开三宝，这叫广大行，就念念不忘三宝，得受记，多宗三宝了，现前得受记。不现前得受记，现前得受记，不现前得记，说玄说之法，说在这个法会华严会之内的得受记，不在华严会之内也得受记，现前在华严会的得受记，不现前在黄昏也得受尽，这大家等将来学法华经就知道了，佛给一切众生都受了尽了，只要信三宝就受尽了，受了三跪都受尽了，因为自心正菩提得受尽，成就言得受尽，教化调伏众生得受尽，究竟一切劫数得受记，一切菩萨自在得受记，一切自在得受记，就是入了等觉位的菩萨，
至心正菩提得受记，从初地菩萨成就人得受记的是八地菩萨以上的得受记，九地的菩萨是说法的法师善慧地得受记，十地呀、又经过三大劫圆满。入佛位，等觉菩萨用十玄门的重玄自在，而持四菩萨叫善财童子，重入玄门，就是参文殊师利，重新参普贤菩萨入法界，那就真正的受记，是为十。菩萨又能难住持法呀，在于一些诸佛所而得受记。这十种受记，十回向菩萨就这样修行的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嗯。